哎呀，我跟大闺女回来了。啊，这宝贝女婿你也搁这儿呢吗？嗯，这都是东西啊，都是给你们留的。一会儿你们开车都拉走。你看叔，你老整这样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每回有我都工作来，然后拿一堆走。那以后别来了呗。主要叔也不像那有老丈人抠搜的。你看你是什么呀，叔？你只会把你喜欢的东西都给你。我们，对吧？这又手机堆，我告诉你媳妇儿，就这样，老丈人，我给你生个20个孙子，我都乐意。太多了，还喜欢啥？ Nope， 都拿走。你看，要么还得说我老丈人了吧？拿什么车呀？这些都不重要，媳妇儿，我弄一上来就拿你车吗？虽然说本和车颜色跟我都挺配，是因为有缘才给我的吗？谁说给你车了？人家没说给你呀。你看，家伙这吓得，怎么脸色突然就变了？我就说给你生20个孙子，拿你个车脸色就变了。本来我也没打算真要，我就是拿我也得拿我老丈人开剩下的呀。 孩子，老爷，这车。而且咱开啥车，我无所谓，咋的都是给桃儿当司机，对吧？这个旧了啊，咱开这个。没事吧？不嫌弃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大耗子，在这环境下生活的，你贵不得这么优秀的孩子？还想要我房子？又急了，老头，我也马上为人父。你作为孩子他姥爷，养育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孩子，我是不是得向你学习？你孙子到时候一问，车老爷给的，房子老爷给的，那孙子得怎么学他呀？ 还得是我姥爷，我长大以后就是我姥爷。来，拿着，拿着。不是，拿着。那这个房子是你给你们俩的，心甘。我心甘情愿给你们。也合适。不用送了，爸，我走了。他姥爷，你小子这张嘴啊，你也不用 CPU 啊，优什么我了？我能上这个当，完全是因为我对我女儿的宠爱。但是啊。 20个太多了，15个就行了。